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，相遇的季节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，霓虹的亮起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，在无人的街区霓虹灯孤单的伫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，删去却抓不住你的距离，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像霓虹灯总会褪去，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，谁啊？来，我给雪糕送猫粮的。是给你们机会为我服务的，不是来面试的。你们这会做生意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吵架了！吵架了！好，吵架了！好，吵架好，来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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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，朱朱一兄，了解一下。进来看一眼，进来看一眼。对对对。哎哎，谢谢，请请请。您坐，您坐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椅子能坐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给你换一个。对对对对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稍等一下，你。哎，您坐这边，您坐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姓李，叫我小李就可以。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你们有礼貌吗？上来就问客人名字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您想喝点什么？我们这有咖啡、果汁，还有茶。拉菲有吗？啊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拉菲呢，假的比较多。就算能买到，也不是好的年份。而且本店也有规定，不能跟客人提供酒精饮料。您先喝杯温水，暖暖手。我不叫客人，我姓范。你们这儿我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明天下午两点到我家上门服务。不许迟到，我不喜欢等人。也不要早来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慢走。花园别墅，难怪两个鼻孔冲到天上去。安安姐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吧。你看他那样，他肯定会为难你的。就对。有的人还真是想赚钱想疯了，什么人都敢碰。这样的人首先得扒了你一层皮，关键大部分情况下扒完了还不给钱。等着哭吧，你就。没事，我去试试。再说，他不是还养宠物吗？会养宠物的人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吧？安宇，你刚才可能没看见，就感觉他那个狗好像不太好惹。啊！
我们卓越也有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，比如说卓越国际。说的好听是风险，谁知道你们拿我的钱干嘛去了？把钱花光了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你跟我说点靠谱的啊。当然，最稳妥的投资理财还是大额的存单了。我们和银行也有合作。阿姨回来了吗？这阿姨说请假就请假。你会做饭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孩子是我的，你休想带走。这个家都是我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你想滚你就滚吧，永远别回来。